天巡者地府搞黑科技，贺军翔抓鬼道具超吓趴。吴清源，附身生人身像作乱，违反天条，马上到地府报道。就算你们是装鬼的左右手，入了魔道，地府就不是我该去的地方。贺军翔在天巡者中扮演收服厉鬼的鬼王钟馗，抓鬼道具跨时代超吓趴的。就你这样也想作乱？任务完成了。嘿、hey, ，不止抓鬼黑科技，地府也成了现代机场风格。这是孟婆亲手煮的孟婆汤，喝下了孟婆汤之后，就可以忘却憎恶和苦痛，离苦得乐，投胎转世。北北，往这边走。希望你好好去感受人世间的喜怒哀乐。与我男人造成真假。申请又被驳回了，都几次了，都这么不想干。我已经当孟婆1247年了，我想转换跑道，爱到你了。那是因为你，听说被他抓在手上甩来甩去的，好吗？你以为被抓在手上甩来甩去很轻松吗？怎么样？我们俩一把年纪了，跟你卖身契，哇！你谁一把年纪啊？他才一把年纪，他俩去。不要！糟了！大开出口，放我回人间，我就放了他。吴清远，敢动孟婆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你打成魑魅魍魉，让你堕入阴间。金元啊，还真的是个麻烦鬼，才刚死呢，就是附身惹事，下了地府还捅出那么大篓子，还把孟婆给挟持了。我看阎王啊，这次一定会大发雷霆，很快做出惩处。哟，没想到我在你们心中这么容易生气啊！我们在你后面保护你。啊，人间通行证，我亲自送来。免去你们三个受惩罚，哎，一句谢都没。这个吴清源应该不是单纯为了策动奈何桥爆炸这么简单，除了把他抓回来，顺便探探幕后是什么底。资料都已经发送给你们了，不要让我失望哦。这次啊，我们会在人间待很久，所以这些世间人用的身份证明啊什么的。要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。这也是 Raw 第一次参加户外的 Party， 我们将会为当天特别准备神秘的餐点。11月7号，台北101水舞广场见。